海带芽是平价、营养价值高的食材，市售常见的以干燥海带芽居多。一般的料理方式为煮汤或煮面。除了煮汤和煮面外，拿来做成凉拌小菜更是开胃。这次取约30克的干燥海带芽，用热水浸泡约10分钟。浸泡时热水一定要淹过海带芽，利用海带芽浸泡的时候来调酱汁。炎热的夏天总是让人没什么胃口，主妇更是不想面对相对炎热的灶咖，偶尔来份爽口又不失营养的凉拌料理是夏日不错的选择。